吃烧烤就得这样吃。 这张锅是花葱，知道吗？为啥呢？只要串着吃的。老雷，我要吃羊串儿的，去哪里忙？去来俩，我不吃羊，上锅里。俺、啊。大家好，我老雷，今天咱们做个雷式泰烤鲜。 香菜、香葱、辣椒面、熟辣椒面、盐味、姜、鸡粉、白糖、生抽、不要钱的蚝油、纯净水，长白鲫鱼就可以。水哥和谁像病一样，今天就开始吃烤串了。那吃了啥果子都没有。妈，是。这两天为什么要吃烤串？你不动。 羊串烤到六成的时候啊，这个蘸料，你蘸，蘸好继续烤，反复操作再三次。来，再蘸上一次。哎呀，羊串能吃了吧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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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把弄过去啊，咱不能呛。哎呀，吃烧烤就得这样吃，太过瘾。那吃辣椒里头的。 鸡胸肉给它整整好点，呀，尝尝好点吧。还真有鸡胸，你看这哪回事？哎呦妹，哼，哟，哎呀，味儿有点，嗯。 老林吃着好了，夸两句。嗯，好。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你不是个男人呢，我当时不是心愿不你啊？你吧，呀，呀，呀，好东西啊，我给你整点，呀，不要好，别人一个，要不这样不错了啊？俺好家伙，好家伙，嘿嘿嘿，好行啊，老弟喊你把其他水果停到里面随便说。我随便吃，随便拿，随便。OK，我给看一下。老赖，我给你把这家水果也行，你把那车开走了。哎呀，你给我开车嘞，你把车放我过来了，告诉。 不是一分，别逼了，我他妈是三斤。大家好，我老雷，我是飞哥。今天给我小姨夫，我大哥，做一顿铁板烧。安排。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，炒个酱料，葱姜蒜末，搞一口。郫县豆瓣酱，搞一口。蒜蓉辣酱，搞一口。甜面酱，番茄酱，不要钱的蚝油。 炒熟了孜然粉，有条件的可以来点白芝麻。大哥也不行，咱们不能白的。鸡粉味精，管他鸡粉，管他老李自己在锅里怎么怀疑人家？上油，少量呀。 嗯，走。
哎，辣椒面儿，我的最爱啊！来呀，上手了，上手了啊！哎，上菜，兄弟！送菜。 没嘛。 妈妈，没嘛。你看这，你考了给你来点茶壶。我考分了，有你玩意儿，都自己不会。嘘，拍视频去啊！我拍视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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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，我去玩去。二号，二老雷，今天咱们做铁板鱿鱼夹心串，首先炒个馅儿。 咱们今天用的猪肉啊，姜末，盐味就鸡尾，胡椒粉十三香，咖喱口，不要钱的蚝油，咖喱口，鸡蛋，搅拌均匀，再少来一点红薯淀粉。飞哥，哎，来，把它炒一个方向搅拌，开始清理鱿鱼，这个鱿鱼不能破开，完了肉馅料都里边塞，所以说咱们要这样把它揪出来，试着甩了，这火你，我要上这个，鱿鱼皮一取，哎，白白净净的，嗯，没那么美。开始装馅儿，飞哥，嗯，是 gay， 怎么出来呀？是这儿，好，最后用竹签封口，哎，OK， 好，下锅，水温70多度，开始下鱿鱼，水开煮上半个小时，时间到。哈哈，兄弟们，饭吃了，哎呀，饭吃了。鱿鱼不够，从头来凑。这样其实也可以的啊。 开始刷油，先把热，开始刷油，这个也不要浪费，直接就可以吃了。啊、来，刷个汁儿，来、刷酱，烧烤酱一刷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没嘛，没来月呀。 下这场啊！来，下什么都卖，哟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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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
一块一块吃的，我吃的也，新摘的这葱就是，哦，有点粉儿的，嗯，都可以啊，是吧？ 来，这个爹们儿，来，这个正是时候。没的，没的，没的。哎呀，刘宇，对，同志们，来关火，快点吃，直接在上面。
你这是不能吃，哦，好烫，嗯，哎，你要不把碗里头吃给你啊？哈哈，哇，这鸡腿，我又吃一个。那好，王老雷，我去到你店上面做一个地方特色美食，会议烤鸡，正好有你的小伙伴要过来尝尝你的手艺，看看怎么样，你爱上啥？开整。 我给咱们调料去，锅办事儿，你放心。来，开始熬料水儿。来点葱姜，来点花椒，拌到干辣椒，还有一公升料。再来点红烧酱油，过两勺蚝油，炸一头。水开一分钟，来点泡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再做个酱料，一起沙司，来点五百克蒜蓉辣酱，六百克浓缩橙汁，一百克，一百克白糖，再炼150克熟芝麻，200克，辣椒面150克，搅拌均匀。锅热之后放点焙炸大豆油，来咱们调好的酱，炒一炒。 OK，炒至粘稠状就可以。来了，小朋友们来了，咱们开炒。这边烤腿，这边烤架子。嗯，真是看着怎么样？杠杠，有点像杠杠。已经烤到七八成了，咱们刷一次料嘴。 第二次咱们开始刷酱，不要直接好了，往下弄。好嘞，速度加油啦！哎呀，终于完成了！哈哈哈！快坐坐坐，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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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指的就是那学校。我给他剧本啊。你们打个比赛。哇，你们几个，这么多，我当然把你们比了。你举止还是这么多。我掌柜，那掌柜的张掌柜的，怎么样？你还夸自己嘞？咱们三个人，那国家该多少？多少？先干了，你们打个比赛。老魏是不是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还有没有来吗？还有。先啊，回家积累写一，变得吃口感。